视帝陈浩早前忙住拍摄企业强人同埋执法者们，连生日都要工作中度过。近日难得有假放，他就同太太陈欣梅去了韩国旅行，期间更加被不少网民野生捕获啊。不过陈浩的造型就被人说他极似全城爆红的风云人物可伯啦。由小红书的相入面可以见到，陈浩戴住 cap 帽，着黑色恤衫同埋直间西裤，加埋副眼镜，的确系同可伯有几分相似嘅。至于陈欣梅就被网民激赞佢保养得宜啦，亦都有人发现43岁嘅陈欣梅原来同何太一样年纪啊，真系非常之巧合啦。